좌린 드레 허소짜이 이스라엘 거영지 빙싱 1호 지금 봐 가운데 지형 쥐 동포 뭐지요? 쥐 동포 이라기네 대학원에 라이트 미개네 지하 허지야 마마 지하 삐 이라기네 라이네 매 좌린 리와 가 콩마야 난노 라이가 콩을 대시 샤미 지핑 아우 샤미 미개 허지야 아 저기 관정 할때 와 갸오 갸오 리와 가운데 라이트 자 친키 래 四点哦，到凌晨一点啊，来你买百事休困哦。来，咱内底呢有啥物特色，有较好食的物件，啊，甲阮观众朋友小讲一下哦。甲阮讲一下，甲阮观众朋友知影。哦，啊，这个介绍呢是悬的啦，还是较低啦？无啦，是一百啦，两百啦，还是一千啊？千啦。无啊，无朋友，无甲阮介绍，阮来到地，单会使，恁的菜单会使借阮看一下无？内底有啥物特色？哦，哇，咱来看咱这个菜单哦。对啦，你看卖啊，这个所在热炒店，阁有法度还去食到这个港京式港点哦，港点的料理哦，看这咱食好食的款哦，啊，无咱等下咧来甲试看卖，阁有鱼翅汤包咧，哦，啊，阁有这个蚵啊，哦，芋头干咧，哦，啊，阁有咱这个咸水饺咧，哦，啊，阁有日本料理咧，啊，阁有沙拉咧，哦，啊，若像这个天气吼，食些火锅嘛袂歹哦。350块就有法当吃到一个火锅哦，哇，真无简单嘞！咱到这边地哦，来来，我是漂亮的小姐哦，咱咱这营业场所，咱这咱这有几台灯啊？这边有四桌，好些，十台灯呢。啊，若讲我要搁坐较舒适的啦，还是要坐一下冷气的啦，还是要我这边板凳嘞？啊，敢有一个敢有所在嘞？聚餐嘛，真好哦。来遮咱吼，看起虽然是热炒店，哥，咱看起咱感觉嘛真好呢。来遮来吃嘞，真物件，哇，搁诗情画意。然后呢，搁再吃嘞呢，哇，吃起感觉搁好，袂歹哦。欸，我即摆有看到遮两间哦，要甲问看这两间是啥物货？啥物叫做恁家？是虾米物件哦？来，这两间是包厢。哦，啊有包厢啊。愿意的话，可以坐里面。哦，是的啦。啊，你敢会使带阮来去看卖啊？一下内底是虾米情形？会用的袂？可以。反正朋友带我行啦。哦，你甲看，你甲看。这么水的所在，搁清幽清幽哦，食物件拢袂妨打料的哦。啊，那咱坐包厢嘞，咱有规定讲哦，差不多几个人才会使坐嘞。哎，啊，咱甲问看卖下嘞哦。没有规定，都可以，我们就可以。是啦哦，观众朋友，你有听到吼？啊，搁我，搁一个上重要的。咱得爱包厢费啊！哟，好钓的所在，
好看哦，观众朋友你知影吼，我来去看，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，我这个帅无？来叫什么名咧？来甲问看卖啊咧。啊，所以一定有好咖啡哦。哎，你好，啊，我叫小五，我这咱这店长。我这店长哦，啊，我请来看遮侪好食的料理吼，啊，都唔知讲哦，遮尔侪物件，恁是咧冷冻的咧，还是咧去这个现捞的咧？我为着要哦，咱这个观众朋友吼，每天拢会使食到上新鲜、上好的食材，哦，上好的料理。哦，阮坚持着每天透早啊，家己爱去咱这个鱼港，哦，想要买上新鲜的物件回来。哦，咱讲话讲用心料理，哦，啊，咱观众朋友会使食到上新鲜、上好的物件。观众朋友，你有听到无？够有感动无？那咧，今仔日咧，啊，顶下咧，我有看到足侪物件，你看卖下这鱼啊，看活起就好啊啦。你看卖下食到咧，会跳的哦。然后咧，哦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那一条一条啊，我叫朋友啊，来甲问我这个 size 咧哈。哦，迄是咱今仔日哦，人现拍的，迄叫无板盘。哦，一般咱无板盘哦，咱拢有分，然后分咱这软骨啦。哦，一般拢是冷冻的，所以是阮坚持，就是要来用这个冷。硬骨啦，哦，拢是新鲜现杀。哦，当然啦，咱的介绍哦，当然较关心寡。可是咧，咱为着要咱的观众朋友免开啊多，咱同款拢会以特价，哦来，互咱观众朋友会使开到上少的钱，啊，享受到上好的料理。哦，你看嘛，观众朋友，你来看卖啊咧，这个大西哦，一定有好康的，还有秘密的菜哦。西，阮观众朋友来到地吼，拢唔知要哪点呢？啊，无你嘛甲阮介绍两个啊，咱内底的这个特色，阮观众朋友来呢，会当点到好食的物件。好来，啊来，我来看到物件来。一般吼，咱行到地吼，拢有咱一般咱的炒的啦，烘的，哦，迄个也是咱煮的，迄拢无稀罕。哦，咱本店吼，有咱用咱真心，哦，咱用咱的手艺。哦，特别咱做诶，有一个，阮以阮最东坡诶名叫好诶，叫做东坡醉鸡卷。哦，拢一定用着上好诶药材，啊，伊伫着阵家己提炼诶老酒，哦，来浸泡两工。啊，鸡肉食材，咱一定用着上好诶土鸡啊，哦，互伊肉一个当 Q， 啊，口感好。啊，过来一边迄个，哦，是咱诶东坡肉。哦，一般人拢知影讲啊，路口人是爱卤大风啊，卤猪脚，迄拢无稀罕。阮这个东坡肉，哦，然后绝对的用着咱独家的配方，哦，咱食了的甘甜，迄、那个甜，佮毋是咱一般的汤冰汤所食会到的。哦，特别是绝对是有特别的口感。哦，观众朋友，听伊讲完，我佫有发现一个物件啦。哦，这个头翅滚滚的。我咧这个时阵，你去食起来一定是足好食的哦，食咧拢软乎乎哦。试看卖啊，来来吼，这个是啥物啊？来来问下咱的西一个哦哈。哦，这就是咱会当讲是咱的镇店之宝啦。哦，一般人的三个芋头，哦，你要用大头莲、草莲拢无遗憾。我用上新鲜现杀的鲑鱼，哦，逐天一定爱去吃啊，哦，买着新鲜的鲑鱼头回来，再来做着咱这砂锅鲑鱼头。观众朋友，听得有清楚无？若要食上鲜的物件，一定要来吃最东坡呢。吃起来身体阁会健康。你看卖，食到你看这么帅，着这西文啊，西嘞帅哥嘞，来到第一定爱追呀。你叫小吴，哎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哦。来问看师傅，哦，来问看这大师姐里面是什么东西哦。哦，所以你在做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哦，来，翅膀汤包。哦，鱼翅灌汤包啊，鱼翅哦。哦，啊，这里面有什么料啦？哦，这么好的呀、啊。来来来来，给我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哦。里面有鱼吧，鱼啊，海鲫。油糕、杏鲍菇、鱼翅，还佫有一挂一堆的海产类。啊，师，这鱼是啥物啊？我讲个汤包的皮啊，汤包皮。因为我袂熟来讲，较歹看，我两个。哦，厉害哦！是啊，那是黄色的哦，观众朋友你看哦，为着要你看咧熟地食起，你看咩有够好食的款哦。哦，一粒包安尼啊，啊，这个皮呢，搁经过做特别的料理哦，来甲试看卖嘞，拢是白色的啊，你看这是黄色的，所以这师傅你看我用心就好啊，看咧就足想要甲食看卖啊嘞，这食材拢经过一挂特别的料理哦，哦，啊，这个有成绩哦，啊，来做起来后师傅，啊，这种安那做起来后是毋是爱搁经过吹啦，是爱煮啦？就比如介绍一下哦，来吹鼓。使使，哦，啊，这个物件呢，哦，啊，这内底是啥物啊？哦，内底搁有水呢，这是啥物水啊？哦，我用迄个鸡骨啦、豆腐啦来煮汤。哦，你看卖啊嘞，用对啊，你啊好的料理，鸡骨、搁大骨咧控的咧，食起来拢会生酮，身体壮壮的哦。啊，你啊，你看这个汤，你看卖啊嘞。黏黏稠稠的，我都有听师傅给我介绍，讲吼，这是用诶咱咧老家母，我有金华花对大骨鸡汤，迄个熬出来的大骨汤哦，啊，那个藏落咱这个鱼翅汤包内底哦，你看卖啊咧，我食起来一定足好诶啊，哇，袂老脆啦袂，进来进来哦，试看卖啊咧，知影。观众朋友，你来看卖哦，这个看起来是日本料理店哦。啊，不过呢，我头拄仔有听这个，咱的师咧讲哦，内底有足济物件，哦，嘛有小炒，哦，啊嘛会使啉一下酒的，啊，敢有啥物菜会当的，我呢先啉一下，哦，啊，甲阮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哦。我一看哦，咱这个人咧讲讲宵夜店。不管你是要三啉，还是要聚餐，还是要吃饭，我拢会使。我敢若有敢若限定讲，咱就有一个咱的配烧烧咸酥，啊，或者小炒，即较简单的物件，咱个结合着讲，咱伫咱大饭店里头，咱较食会着的更是点心，哦，伊就是咱广东式的料理，咱的陈子鱼排，哦，椒盐豆排。咱的黑胡椒料理，丁丁，欢迎观众朋友来光临，来试看卖。哦，观众朋友，你来听起哦，这个料理呢，包罗万象呢，哦，听起来拢足好食款的呢。若有机会呢，一定爱来甲阮试看卖啊嘞。哦，伫这个民生一路192号哦，来甲试看卖啊嘞。有机会一定爱来甲食看卖啊嘞哦。咱即卖来邀请这个。店长，哦，来甲阮讲一下话咧。来，欢迎吼，邀请到咱观众朋友，吼，咱有闲，来到咱的水果铺，来甲阮批评指教，来试看卖阮的手艺，内底师傅绝对拢有牌照，吼，咱中华民国政府所颁发的牌照，唔是无牌哦，上重要的，绝对有你食到咱的，阮的爱心，吼，啊，阮的新鲜的物件，一直着，着咱的卫生。包括就讲哦，阮伫饭店五等二十档的手艺，欢迎观众朋友欢迎来试看卖。You rock it,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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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ck it